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我去买菜，就不给大家唱歌了，买个菜做饭。因为我妹妹头疼不舒服，我爱姐也不舒服，所以做饭这个重大的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了。我好久没做饭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做了。我去买菜哈，旁边还下雨，打个伞，走。我的菜买好了，我随便买了点五花肉、胡萝卜、土豆、毛豆，还有什么不知道，待会做的时候你们就看见。我今天来做一个一般我妹妹不会做的饭，回家做饭。你看我姐还在躺着，快点起来干活。你打算做什么饭呀？做干饭呀。够吃吧？嗯，差不多。这是糯米是吧？嗯，我们来放点糯米。糯米，放点糯米，会更糯更香，是不是？放点这个梗米。你说梗米，人家知道。掉水稻。擦掉水稻。听懂吗？听懂。够吃吗？够吃。够吃。够了哈。那米一定不能多洗，洗一遍就行了，知道吧？洗两遍吧。不行，一遍就行了。就行了，这样大米的味道给你洗没了。这样吗？嗯，就洗一遍。再洗一遍。不洗，过两天洗了就洗一遍。这做好还能吃吗？嗯，洗一遍。放这里。你不放水啊？啊？不放水啊？要放水吗？煮米饭不放水吗？今天做不一样的米饭。不一样的米饭。嗯。怎么做的？对。太多了吧，十块钱的五花肉，十块钱的五花肉，刀不快吗？你当心点，这个桌子晃得很。刀不快吗？啊，烤这里的肉，天哪！你要怎么做？五花肉切成块，这玩意儿刀不快吗？这用米啊，等等。诺尔的，二姐，你这屠龙刀不也不快吗？还屠龙刀了，天天。我们来把我们这十块钱的五花肉放里面煮一下。哦，先焯下水。嗯，放点水，煮个十分钟。煮个十分钟。手动开。好，就开了，都开了。嗯。你不照盘子放吗？切好。也是。傻不拉几的哈。香菇切成丁。会切不？会。嗯，会。香菇切丁谁不会？会吗？不会，这么有难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全是厨神，谁都会做菜，都是做自己拿手菜。我不拿手，你不拿手，随便做。不过做饭好吃，这是一定的。跟谁学的？自学成才。还有跟谁学吗？自学成才。嗯，因为小时候家里没人嘛，自己不做就没得吃。是，我也是。一开始我姐在家，我姐还能做给我吃。我姐走了，谁做呀？他们都去上班去了，打工去了。把那个根给它去掉一点。我记得他们去上班的时候，我才多大？我姐16岁走的，我比她小3岁。她走了，我13岁一个人就在家了。嗯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我13岁，那个时候，他们刚走的时候你还不在家，我就一个人。我的天，我13岁就一个人在家了。害怕呀，当时。哎，你上初中了，我也一个人在家了。嗯，那是我一个人在家，然后你还没回来。然后我们把，哇，这个土豆咋了？中间烂了，没事吧？中间那根弄掉就行。嗯。中间那个弄切嘛，你先把它切成块。肉都给它切好。我是准备切丁喽。可以，还是可以切丁呀、啊，另外也可以切丁呀、啊。把这土豆切成丁，一丁一丁的。煮了，哦，这么多！一个大傻子，大肥肉。不肥呀、啊，煮一下就不怎么肥了，感觉。你看我这十块钱的五花肉怎么样？可以。啊哈。全是肥肉。这一个胡萝卜，不是切丁，跟土豆一样，切成丁。不过这胡萝卜哈，这胡萝卜好多人都不喜欢吃，有营养。好多人都不喜欢吃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吃我就多放一点。不，
那就行了，不放了。再搞点辣椒，能吃辣不？能吃辣。青椒有，我想放一点好看，我又买了点放点。毛豆粒，毛豆。起锅烧油。来点冰糖。哦，来点冰糖，把火调小一点，这火太大了。熬点糖食。就熬成这样色了就行。这点我离远一点。这个上面有红烧肉吗？啊？这是红烧肉吗？酱油。哎。那个，天哪，我受不了你了！做完被你做完一次都不成样子了。没事，先倒这些吧。这是这太多了吧？盐在那里呀、啊。好了，咸死了，这盐很咸呢。啊？盐咸呢，颜色还不错。这太多了。倒吧，反正都这么多，吃吧。嗯。少放一点点。好，放点水给它煮个半小时，煮个半小时，放锅里，直接放这里面啊。刚才投的米，你刚才投的米忘记了吗？我慢一点啊。嗯，哇塞，这是哪里的做法？应该是投的米差一点多了，这边留一点，都倒进去的，好吃都倒你说的啊，其实多不多啊？我不知道，没做过这，反正我是头一次吃。估计你也没做过吧？没有。哦，就这样啊。这叫什么饭啊？腊八饭。开始煮饭。我已经煮了。嗯，煮吧，煮好了就能吃。你能吃香、啊？你能吃几碗？这什么？花花宝饭吗？嗯，还能是白米饭吗？阿碗，你看香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看这有香菇有肉，小孩子吃的特别好。像我妹妹这种小孩子吃的，对不对？小半夜拿碗，快点！我要吃肉。你要吃肉吗？嗯。多肉呢？吃肉。好了。该说不说的，挺好吃的。看，一扫光。我都觉得我跟我妹今天感觉特别幸福。吃完饭之后，她居然还要说要洗碗。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的天哪！洗啊！就三个碗了。你看，嗯，不要了，嗯，那我就直播了啊，那我直播了啊，那还有点包里跟你们一起打了啊，听没？听见了。嗯，你看，好男人就这么来了，也不知道受了多大的刺激。果然，人家有的人说受刺激，有的人会变好，一蹶不振；有的人突然一下就立起来了，这玩意儿是站起来了吗？哎呦，别激动，不激动啊！还不打扰你了啊！